跳舞啊。你在跳舞啊？不能在教你跳舞是吗？跳舞，哟，跳舞，不跳了，你看，哎呦，不要笑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就是跳的哦，就差点音乐了，哦，就是哦，你看，哈哈，难搞了，你看他不怕的哦，哎呦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你不知道吗？哎呦，爬那么高，你看他跳舞，蹬那个脚哦。哎呦，厉害了！哎呦，你妈在干什么？洗衣服哦。洗衣服是吧？你帮妈妈洗衣服吗？嗯。帮忙。洗不洗？等会儿可以。哦，先让奶奶洗哦。嗯。哦。你想下水玩，你不是洗衣服？下水去玩是吧？走，我妈妈玩水哟。玩水呀！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冷不冷呢？人家感冒。嗯，姨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喜欢玩水的现在？冰不冰？啊。好了，不玩了啊、不玩了，往回去了吧。还要下去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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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回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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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了。拜拜拜拜，回去了。不玩了。他说我还要玩。拜拜，要打拜拜了。拜拜。回去了哦，冷了啊。哟，你看，奶奶包的粽子好漂亮哦，又有粽子吃了。想吃吗？你看奶奶包粽子哦，肉肉粽。表哥回来说我想吃粽子。哎呀，你看奶奶一抱啊，奶奶包粽子，又有粽子吃了。先煮一点先。三角粽哦，好漂亮。我们去看看爸爸钓鱼哦，我们也好久没有去鱼塘了。嗯，在家里面又待不住了，出去走一圈，去看爸爸钓鱼，钓鱼鱼。Hello， 钓上来没有？那边上了。你这里没有，我在喂蚊子。你在这里偷懒，所以他才不上。我在喂蚊子。是不是？过来看一下，他在家里面待不住，我们去看狗狗，咬不咬人？爷爷养的狗狗。哎呦，这狗这么凶猛的，都不敢靠近呢。还没过去呢，就叫得这么凶。哎呦，你这么凶啊！我都感觉他要跑出来了，太凶猛了。可能他只认识老爸了，陌生人靠近都要叫。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太热了，这里。看一下你的缝。他不要你碰。看一下。你不要动我。看一下，
缝都快没了，什么都不吃，有点发火了。脾气这么大的吗？叫你不要碰哦。回去了，走了，我们回去了，这里太热了。哦，回去了，这里都没有风。嗯，走了，我们回家了啊，回去吃粽子喽，奶奶包的粽子。嗯，要吃吗？奶奶包的粽子哦。要煮熟了吃粽子吗？哦，你不能吃。耶，你什么时候去拿这个公鸡出来？嗯。好好玩。嗯。吃粽子了吧？香不香？你看，好香啊！我要给它放手下去，我烫了。好香啊，清香。嗯，想吃吗？想哦。哎呦，我先开一个来吃。嗯。少了一点料子，能把那个认认的我们忘记拿出来解冻。没有放板栗，没有放红豆。嗯，好香啊！你诱惑我哦，你看要扑上来了。能吃是吧？你妈妈吃就是等于你吃了，真好。你不能吃，你不能吃。这个你不能吃，哦，这个你不能吃。等一下我给你拌米糊吃了不？嗯嗯，打米糊来。放这哦。又要骗你。我这样也不能吃。这是糯米，你不能吃。嗯，不能吃了。这个啊。嗯，好吃啊、哦！辣椒，辣椒。嗯。吸了，太干了，你不吃。那你不是吃了喽？带你吃，吃完我带你去玩。嗯，吃了。去聊了天哦，睡觉了。嗯，睡觉了。干嘛？那不是吃了吗？都五点钟了，睡觉。那不是吃了喽？干什么？你不给我吃，大饭我也不给你吃。你吃这个，嗯，等你长牙齿先。